大家好，我是黄子韬。我在电视剧《大话西游之爱你一万年》中扮演的角色是至尊宝。中秋节快乐！然后呢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春秋时代影业，关注乐视视频，关注《大话西游之爱你一万年》。谢谢，我去拍戏了，拜拜。